失望？没有，因为我是骗我，是骗大家，所以我就失望是不会啊。大家你真的是会把它当成一回事，有几次吧，就永远都是在骗他。那你骗那个演艺圈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对的。那你说什么时候吗？就是你那一次是你骗的最过分的一次。应该算是过分吧。他哪一次不过分？每次都很过分。为什么？我每一次你们别开价了。还有什么？例如还有什么？把屁装在娃娃中，对，好像有印象，有吗？对啊，非常恐怖。我整个现场飙脏话，然后突然站起来的那种，对，在娃娃里面，在娃娃里面吓人的，对，还有哪一个我也忘记了，但反正就是因为忘记才会代表我太多次了，太多次，所以不要提醒他。如果结婚会想要在愚人节恐怖吗？那你会相信吗？那你会相信吗？就很相信吗？年会叠啊，对。哇哇！不要增加我们愚人节的工作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也是一个你们明天是母亲节了吗？也是悄悄话，也是不错哦。就大家都要愚人节恐怖，很多人。结果是真的，对吗？凑起来一天哦。那来不及反应，赶快写。应该不，反正先就明天，就明天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一定会被骗的。还是你不会想说把这个拿来当玩笑开？应该也不会啦，但是如果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愚人节 April Fool， 就是大家轻松的过，也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的。愚人节就愚人节嘛，不要那么 serious 的一天。所以结婚还是要挑一个正式的日子。正式的日也要啦，我觉得舒舒服服、舒服舒服的一个日子是最好的日子啊！尤其是，你像如果是要算啊，或者怎么安排哪一天啊？安排哪一天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是看日子的话，有点对我来讲啊，我会比较觉得没那么需要，只要双方都是舒服的，然后就是放松的状态，对。当愚人节也太羞了。我觉得你们明天会很忙哦。明天发十条，然后大家开始猜哪一条是真的。我有那么多戒指要买吗？没有，我说每个人都利用这一点。差不多，所以最近忙拍戏，没有去探班全。没有，我看都没有时间。我知道，我们蓝队 team 都有去探，我们渴望的要去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个时间。而且一探，我更心酸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啊。啊，所以我在那边出一张嘴有什么用？而且我又不是他们的蓝队的队长呢。他对，你是前队长啊。对，我是前队长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路可以发展的。对，所以也是要尊重，应该是算尊重的，尊重对方。所以还会有跟就是小杰有互动吗？现在没，因为我们君主也没有小杰在里面，对，比较大一点群，我们就是听众，我们没有那个群体，没有大群，只有蓝队，只有蓝队的。但是他也蛮可惜的，他们两个我觉得是蛮可惜的。那因为去年小杰跟小爱他们有一起上节目，有比赛桌球什么，那个时候你有看？觉得有哪些意见？你说去年啊，你说我们那个第一季的时候，对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没有啊？就是很真的很甜啊，
一直在放闪，然后说啊，这个不要播，这个剪掉，这个怎么？天哪，蛮可爱的。然后就会一直开玩笑说，哎，今天晚上你，如果你赢胡云爱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就要睡沙发了。对，那都还蛮，就是在现场都还蛮，就是很好的夫妻啊。所以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，就是怎么错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完全没有想到，也没有预料到，完全就是一种真的很 shock。只是觉得小朋友是最目前要好好为小朋友想一下而已。谢谢，我劝你打字，这里就会收声。真的？对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懂的。